和他掉到了海里，也会选择救谁？蒋劲，你猜猜？他到底是谁啊？你猜猜是谁问的？我觉得，明明就会问这种问题，觉得是谁？这问题，以我对他了解的话，有人咳嗽了。我觉得是陈立农。你觉得是陈立农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因为陈立农很喜欢，每次问我。 好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我错了，碧昂斯和 Justin 掉到了海里 ，Justin， 哇，海里 ，Justin， 哇，为什么？有原因吗？因为 Justin 是我的好哥哥啊。